天后李玟这个月五号在香港辞世，享年48岁，明天就是头七。虽然之前李玟的二姐李思玲曾向媒体透露不会刻意安排头七等传统仪式，但因为李玟生前是虔诚的佛教徒，从去医院的第一天到离开人世的最后一秒，家人都有请长期合作的台中师父为李玟诵经祈祷。这位师父也将在明天自发性帮李玟举办头七法会，隔海诵经。李玟的家人则会同步视讯，并在香港的家中举办简单仪式。二姐李思玲也感慨表示，妹妹李玟一定能够去更快乐的地方，因为民间有那么多人自发为她做法事。至于李玟的告别式时间，李思玲只透露目前还不确定，如果时间确定下来，一定会通知大家。谢谢各界耐心等待。